今年已经53岁的美魔女罗琳在2015年就以半百之龄第一次拍写真。事隔3年，罗琳就准备再次出书，这次还会以保养内容做主题，还请到郑秀文、薛家燕和米雪为新书写序。但是马上就要出发去泰国影写真的罗琳，日前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，现在的体重距离目标还差2磅。而经过连日的操练之后，这日罗琳就在社交平台铺了张做健身的相，大晒纤腰，又大赞健身教练只是用了5堂的时间就帮自己极速收线条，看落成绩又真是相当不错。另外罗琳又铺了张同健身女教练还有关彩耀的3人合照，原来罗琳同关彩耀都是跟同一位健身教练做健身的。